其实运动天才咧都系训练出嚟嘅，并不是系天生嘅。为了去验证我呢个理论咧，我亲手去培训我自己嘅两个仔宁愿同宁莫，用十年嘅时间将佢哋培养成为一个优秀嘅选手。最重要嘅就系佢哋喺学业方面能够以优异嘅成绩咧考入美国嘅大学。計劃咧可以簡稱係一個高爾夫球造星計劃。喺第一階段咧，從佢出世到佢七歲呢一段時間，由於佢嘅身體嘅發育嘅特點咧，就唔適宜進行高爾夫球嘅專項訓練。爸爸媽媽去打波嘅時候咧，就帶埋佢哋出去，就得到一個潛移默化嘅影響。手要伸直，左手要伸直，上杆要伸直。開始啦，好波。第二階段咧，七歲。開始正式學習呢個高爾夫球，我哋係一個星期練習一次，每一次半個鐘，就係喺快樂當中咧，去使到佢呢個興趣能夠開始產生，我哋又稱之快樂高爾夫球嘅一個階段。咁第三個階段咧，就喺佢十二歲到十四歲之間。正式咧進行專項化訓練嗰個階段，每一個星期練習嘅時間咧係由之前嘅六個鐘咧就增加到十五個鐘，喺好多嘅比賽咧就開始崭露頭角。第四個階段咧已經係進入到冠軍呢個水準啦，佢哋嘅訓練嘅量咧。由之前的十五個鐘就增加到二十個鐘到二十五個鐘，由之前每個星期連三日就變成每個星期連六日的時間。到今時今日咧，佢哋嘅呢個練習時數其實已經係超過一萬個小時，已經係喺各級別嘅比賽入邊取得好好嘅成績。喺呢個實行過程當中，其實最困難嘅就係係咪能夠十年如一日。能夠堅持到落去。其實我一開始對高爾夫球咧，乜都唔知嘅，因為嗰陣好細個啦，一開始淨係覺得係去玩咁樣咯。以前都係俾人拉住去打。之後可能練練下就個興趣就出咗嚟啦。十二三歲咁樣嘅時候就開始自己中意打。咁我而家就將佢視為係每日都要做嘅嘢，即係一個習慣。阿袁阿望咧。現在已經是優秀的青少年高爾夫球選手，現階段他們最需要進步的地方就是提升他們技術和心理的穩定性。在一個洞裡面，他可能打出比較高的桿數，因為技術的變異導致到他們的成績會受到影響。我覺得我打最好的一場比賽就是一年前是美國的，那陣咧就從來都未打過一個叫副杆的嘢，就是打得很好啦。反正越打越順咁樣，打到翻去就打咗我人生打得最好的成績啦。我覺得我打得最差的一場比賽就是泰國四月嗰陣。我打了一個高標準十幾杆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可能是因為自己後面的心態就不是太好，所以就打得特別差，同早就打得很好，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別人太厲害。第二天不知道為什麼又打了一個低標準兩杆出來，
己投入嘅時間唔夠人哋多，某一方面嘅技術就比較差，有時都會對高爾夫球有少少討厭嘅，即係唔單止係細個，可能依家都係咁。但係諗下諗下之後，又變翻平時咁啦，繼續啦，冇事，繼續落去。阿哥哥咧就比較文靜一啲，但係佢又比較善於思考。細佬咧就比較樂觀嘅，佢係勇於接受挑戰嘅。對哥哥咧，我就會用一種互相交流嘅方式咧，去對佢進行訓練。對細佬咧就以鼓勵為主，提高佢嘅訓練嘅積極性。哇！哎呀 ，ego 啊，呢個嘢。醒啊，老細！哎呀，入咗添。哥哥，錫佢兩彈。唔錫？好難先有機會俾你錫噶喎。我一开头就对高尔夫球冇咩感觉，因为都系爸爸带我过嚟啦。因为我打比赛嗰阵咧，就觉得好刺激、好过瘾。之后再识埋啲朋友啊，咁样一起倾下偈，仲开心。所以我之后就越嚟越中意高尔夫球。爸爸就几耐心教我哋啦。雖然我和我哥哥有時候都會不聽他教，但他都會繼續跟我們說。有時可能就是已經進步到一個很難進步的地方，那我自己都會打下比賽，看看別人打得好那些是怎樣處理那些球位這樣。我本身就是澳门理工学院的教授，我做这个实验，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他们训练的点点滴滴就记载下来，这样做一个数据的分析。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每一个人进行运动训练的话，做好打持久战的一个心理准备，都有机会成为一个运动的天才。哎呀，一杆就中啊！哦，一杆就中啊！哈哈 ，Hole in One 啊！哎呀，又一杆就中，你真系，犀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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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杆就中啊！系、哎、咩 ？Oh my goodness！ 好啦，咁啱先就发生咗一个千年难得一遇嘅一杆入洞啦。咁我自己反正啱先又睇唔到个波嘅，我就系、是。爹哋講，我先知道嘅，非常之興奮嘅，因為我對上一次咧係喺2016年，啱啱14歲。啊，零元，2016年2月28號，啊，一杆一洞。Oh, this is a big one。嗰陣第一次，所以嗰陣興奮少少，依家試過啦，第二次都係好興奮，但係。咁一個入洞，咁可能就唔係你話有技術就打到出嚟嘅。即係好大一部分都係運氣啦。咁可能職業球手易打啲，因為佢哋技術好啊嘛。咁可能我哋對於我哋業餘球手嚟講，我哋打一個入洞嘅機會可能就係幾廿萬分之一咁樣咯。所以呢個係一件好難得嘅事，我仲要試過兩次添。傳統上嚟講咧，玩體育嘅人咧，讀書咧就會爭啲嘅。但係經過我哋嘅研究，體育同學業之間咧，佢並不是係矛盾。
事實證明咧，喺過去咁多年，阿袁阿望嘅讀書亦係喺班上咧排喺前面嘅。咁我一轉到新學校啦，語言溝通咧就係有少少問題，因為我以前間學校就係全中文，但我轉到呢度就係全英文，除咗中文堂之外，同埋有啲新同學我唔係咁熟悉啦，所以就溝通上面就有啲麻煩。Last year, when he moved to my class as a first year student, he seems to lack a bit of confidence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But eventually, he was able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For mathematics wise, when it comes to computation skill, he's very confident. And he will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s, assess the problem by himself with the help of the teacher or the friends. Even though he may have barrier in the language skill of that year, but he's a great mentor to the friends. So I use him as a mentor to help those who are weak in mathematics. And he did a great job.阿袁阿望从朝早咧八点钟就翻学，就到下昼四点钟到落课之后咧，就直接进行呢个训练嘅。从四点咧就练到七点钟，每一日咧基本上都系屋企、学校、球场咁嘅生活。最重要都系時間分配的問題，可能在這一方面就要犧牲少少自己休息的時間，這樣可能人家一放學四點幾就回家做功課，我可能要練波練到七八點才回家教完嘢，先九點鐘才做功課，已經沒有成四五個鐘，要做快一點，自律少少，同埋可能睡少一點，沒有人家睡得那麼多，不過無所謂都。想同人哋唔同咁，就咁自己要努力啲啦。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说，那你质疑你不幸福跟不健康的？我对宁愿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两眼就是发直，然后嘴巴张的大大的、开开的，然后看起来是一个很朴实、很憨厚的小孩。他的性格我觉得就是比较内敛一点，然后什么事情他都比较放心里，可是又想要表现出那种潇洒的那种感觉。其实呢，我承认呢，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呢又不开心呢，就成日都在那想嘢，想。不过有时好的同学都会很好心咁过来跟我说呢鼓励的说话，屋企人都支持，令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那他刚转来这个语言环境是陌生的，所以他英文方面他可能就是比较跟不上，所以必须要再多一点的努力这样子。有一次我就发现他在桌上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念英文单字的书，那可见就是他很抓紧时间，在平常只要有空的时候他就要赶快练习他的英文，因为我们知道兼顾学业跟课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必须要多一点心思或是多一点力气花费在他觉得更需要的地方。其实高尔夫球咧，系令到我同两个仔咧系更加多嘅话题嘅，因为有相同嘅爱好。咁我哋系一齐打球，参加比赛，其乐融融。家长带佢哋参加比赛咧，要帮佢哋安排呢个住食衣行，使到佢哋安心去进行呢个比赛。
我失落的时候，我哋就又系对手啦，又系朋友咁样啦，即系大家打唔好嘅时候都彼此鼓励对方。哇！犀利，真系俾佢怼我啊嘛 ！O B 俾佢搞到个79棍出嚟啊！快啲食一啖，快啲食一啖，哥哥。我同哥哥中午饭都系一起食嘅，爸爸唔喺度啦。我有时打唔好都会问下佢应该点改，同埋有时候自己出去比赛，佢都几照顾我。之前我哋两个自己出去打比赛啦，之后佢就好似爸爸咁样，啲行李啊、嗰啲 book 车嗰啲啊、酒店嗰啲，佢都帮我搞好晒。之后我负责专心做我要嘅嘢就得啦。之后我同佢都打得唔错。作为澳门理工学院的教授，这个计划的目标对我来说是一项研究项目，对愿望来说是他们成才的一个过程。我期望在完成十年的这个研究之后，会将研究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因为澳门咧，我见到都系比较少有青少年接触高尔夫球呢样嘢啦。数数埋埋，我哋澳门应该五个人都冇。我同我哥哥就系其中两个人，所以我觉得我哋好幸运咯。咁平时因为我要练波，所以我都唔会出去同啲同学玩噶啦。啲时间基本上用晒，即系剩低嗰啲就系我嚟温习。可惜可惜噶啦，但系我知道。成功的人会比人更加努力嘛。透过这样运动又可以令到我多了一样兴趣，可能认识到更加不同的人，又可以帮我入到好大学。做不做职业球手这样东西呢，想呢就是有想过，但是这些都是顺其自然。可能读大学的时候打得好就会更加一步考虑，可能打不好的话就在一间大学读完之后出来都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个计划本身有两个目标，一个呢就是高尔夫球的专长的培养，另外一个呢就是学业的培养。如果能够做到这两个方面，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成功的一步了。